请参赛选手向对方放狠话。你输定了，小丁。好的。够狠吗？这两个字。太狠了。然后就我输了，那才是最狠的，好吗？我直接放狠话，你为什么要？磊磊穿过受伤，伤口在左额头。右额头，这边。130，你确定吗？我编的。你确定吗？114，想校正起来是吗？多少 ？OK， 我差不多猜对了吧？很接近了，他是最接近的一个答案，也算他对了吧？对。北北在病床旁给老人念的书名是《傲慢与偏见》。哇，哎呦，自己念的，我总算知道。我是真不知道。我看都没看你一眼，我怎么能知道？咋啦？不是那天那场戏，是不是看都不用看你？啊，咱们没做个人哦。其实你早就观察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真的，其实你在看那个病例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大可不必。北北让石韵让北北离开医院时，北北哪只脚的高跟鞋断了？右脚。好，石韵第一次看到北北的护身符是在那场戏。他给我打电话，给我打电话说什么生病了没吃药，然后打着打着消失了，然后把你抱床上去，然后一搂。好心机哦，把它放在那儿。哎，这还记得很清楚。我演的，我当然记得清楚了。北北在石韵在北北家门口等他回家祭祖的时候，北北提了几个购物袋来？四个还是五个？五个，确定？不确定啊，这谁记得住呀？五个是对的，那可我是蒙的。那你也是冥冥之中蒙对了。石韵在老家做饭的时候是哪边脸上长红疹的？右边。他的右边，我的左边，对吧？因为我拿这个手这样。北北借吹风机的时候，那个睡衣图案还记得吗？星星。我都没看。很接近了，月亮。我记得，对，月亮。猫来着，当时。他当时的注意力在我的猫上。你要问我他猫有几根毛？多少根？367504根，回去自己数。是吗？是明明脱毛脱掉了。脱毛我算上了。算上那个数了，回去自己数。北北对妹妹用老鼠过过去的那一次，石韵是在哪地方？在门口啊。是地上吗？还是地上？我是地上的。踹飞的。我当时还看了半天，然后就把它踹飞了呢。好，对。然后最后是咖啡豆名场面中，石韵是哪只手举着咖啡豆的盒子？左手。右手，左手抱着你。再 battle 一下吧。左手。不是，你自己想机位在这儿，咱俩在这儿，我那个手举的。这个手，来，这左手。如果我手举咖啡豆的话，我就得。哎，不对。所以是讨厌你的手。左手。左手吗？那我是拿右手打通。好，结束。好没有情感的鼓掌，结束。